来到智农运输管理课堂。这堂课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 GIS 技术，地理信息系统 GIS， 它以地理空间数据为基础，采用地理模型分析方法，适时地提供多种空间和动态的地理信息，是一种为地理研究和地理决策服务的计算机技术系统。其基本功能是将表格型的数据转换成地理图形显示，然后对显示结果浏览、操作和分析。其显示范围可以从洲际地图到非常详细的街区地图，显示对象包括人口、销售情况、运输线路以及其他内容。 GIS 主要由系统硬件、系统软件、空间数据和用户构成。 GIS 的基本功能有：一、数据采集与编辑功能；二、数据存储与管理功能；三、制图功能；四、空间查询与分析功能。 GIS 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资源管理；二、区域规划；三、灾害检测；四、环境保护；五、物流交通；六、国防；七、辅助决策。 GIS 在物流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对物流过程的控制与管理上。 GIS 应用于物流分析，主要是指利用 GIS 强大的地理数据功能来完善物流分析技术，从而能在对货物运输路径、仓库地址的选择等方面提供巨大技术支持。那么 GIS 跟我们前面学习的 GPS 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对于 GIS 来说， GPS 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实时、动态、精确获取空间数据的方法，是 GIS 的重要数据源。 GPS 大大的拓展了 GIS 的应用领域和应用方式。而对于 GPS 来说，虽然可以迅速地给出目标的位置和速度，但无法给出目标自身周围环境的地理属性和与其相关的空间信息的描述，而 GIS 恰能满足这一互补的要求。 GIS、GPS 和无线通讯技术的有效结合，再辅以车辆路线模型、最短路径模型、网络物流模型、分配集合模型和设施定位模型等，能够建立功能强大的物流信息系统，使物流变得实时并且成本最优。 GPS 技术的应用能够实现实时快速的定位，这对于现代物流的高效率管理来说是非常核心和关键的，将能够方便地实现总部对于车辆运输情况的实时监控，随时了解最新的情况。结合 GIS 技术，可以利用网络分析和路径分析等功能，科学快速地预先设定运输地最佳路径。当利用 GPS 信号反馈回来的汽车运行路径偏离原定路线地的时候，就可以发出系统警告，以便决策层针对实际情况快速反应。例如，当需要对在途车辆进行实时监控时，经过 GSM 的网络数字通道，将信号输送到车辆监控中心。监控中心通过差分技术换算位置信息，然后通过 GIS 将位置信号用地图语言显示出来。货主、物流企业可以随时地了解车辆的运行状况、任务执行和安排情况，使得不同地方的流动运输设备变得透明而且可控。另外，还可能通过远程操控、断电锁车、超速报警对车辆行驶进行实时限速监管，偏离路线预警、疲劳驾驶预警、危险路段提示、紧急情况报警、求助信息发送等安全管理，保障驾驶员、货物、车辆及客户财产安全。又例如，当需要对在途车辆
进行定位追踪时， GPS 导航系统与 GIS 技术、无线移动通信系统及计算机车辆管理信息系统相结合，可实现车辆跟踪功能。目前已开发出把 GPS、GIS、GSM 技术结合起来，对车辆进行实时定位、跟踪、报警、通信等技术，能够满足掌握车辆基本信息、对车辆进行远程管理的需要，有效避免车辆的空载现象。同时，客户也能通过互联网技术了解自己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细节情况，还有指挥调度。客户经常会因突发性的变故而在车队出发后要求改变原定计划，有时公司在集中回程期间临时得到了新的货源信息，有时几个不同的物流项目要交叉调车。在上述情况下，监控中心借助于 GIS 就可以根据车辆信息、位置、道路交通状况向车辆发出实时调度指令，实施车载配货等，用系统的观念运作企业业务，达到充分调度货物及车辆的目的，降低空载率，提高车辆运作效率。如为某条供应链服务，则能够发挥第三方物流的作用，把整个供应链上的业务操作变得透明，为企业供应链管理打下基础。那么 GIS 加 GPS 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呢？一、集成 GIS 和 GPS 技术实现的物流系统，不仅使地图由传统的静态记录变为信息丰富多样的动态电子地图，实现了时空数据可视化，更为人们提供了对实时空间信息进行分析处理的强大功能。二、集成 GIS 和 GPS 技术的物流配送方式，使商品流通较传统的物流配送方式更容易实现信息化、自动化、社会化、智能化、简单化，使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三、现代物流系统使空间、时间、属性信息流通畅达到各类信息终端，令物流运营管理工作变得更加轻松直观，进而通过对时空数据的综合统计和分析，为物流管理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为现代物流系统起到了减少生产企业库存、加速资金周转、提高物流效率和降低物流成本的作用。当前物流运作越来越智能化，大家思考一下，除了 GPS 和 GIS， 还有哪些信息技术在车辆载途管理中发挥作用呢？本次学习主题结束，谢谢大家的参与。